调查局台北市调处今天凌晨在台北、新竹等地逮捕了陈振然、廖伟成、王秀慧和林英福等四名涉嫌参加独立台湾会的组织成员。里面有两个警察把我手这样用拳头打我的那个头。所以后来当时的反应是不是一个全面性的？要往民主自由的方向走，可是统治者往往抗拒。那这个时候学生站出来的时候，那就冲破了那个瓶颈。